谁调皮呀？呀，宝宝调皮呀。Hello， 大家好，我是梁。看到这个纸箱，大家就知道我又买肉肉啦。说不买，真的是不可能啊！跌入肉坑的人就是这样，忍不住，忍不住，所以又买啦。来看看我又买了什么东西。我这次买了这些，还有旁边这两个，全部一起买的，总共买了八盆。来，看看我到底买了什么东西。买了这么多东西，有璀璨、延禧，还有爱马仕，还有墨西哥花栗椒种。我把它们拿出来，我们来看看这些品种。前面这三颗，一、二、三，这三颗你看都有花芽、花剑的，张牙舞爪的，这个叫做璀璨。那你们看我为什么要买三颗？因为这璀璨现在虽然是大绿菜，但是我在网络上看到别人控养起来很漂亮很漂亮，你们一定无法想象。我就想说反正现在刚好很便宜，这三颗才100块，可遇不可求啊。平常你要在三颗100块里面看到璀璨的机会微乎其微，那既然我遇到了就买回来控养吧。网络上它控养起来大概就是像这么小，然后就是叶片很厚。它有两种，有一种叫黄金璀璨，就是控养起来就是短肥圆，叶片成三角形，是那种金黄色象牙黄的那种，好美哦。但是先决条件我必须把它的那个杆子要养得起来，养得粗一点，这样叶形控小了变短肥圆的时候才会漂亮，才会有特色。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控养起来也是差不多，但是没有那么极致，它会出现血斑。那我不晓得我这个璀璨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就养着养着，然后到时候再看看我控养起来的璀璨是黄金璀璨还是那种出血斑的璀璨呢？到时候再分享过程给大家。再来是这个品种，这个品种叫做延禧，看看这种形状。这个延禧养起来应该是也是跟那个璀璨差不多，只是它叶片控养起来，你看它这个比较薄叶。形状跟薄叶蓝鸟有点像，但是控养起来不一样。这个现在是那种绿色的，粉绿色，然后控养起来它就是也是会粉橘粉橘，然后状态好的话还会出血斑，也是蛮美的。这个延禧呢我买了两颗，希望这两颗控起来都可以很漂亮哦。这是我的延禧。当初这个品种出来应该是正在流行延禧攻略，哈哈，所以就命名为延禧啦，挺好玩的。再来，因为三盆一百嘛，刚刚那个延禧
加上这一颗，这一颗是银后，我已经把它盆弄好了，因为我有银天女嘛，还有紫仙嘛，所以就买了一颗银后，这个也是可遇不可求，加在三颗一百的行列里面，所以刚刚这样子总共六颗，我才花了200块哟。再来就是这一颗，你看，这颗其实长得也还挺特别的，这一颗叫做爱马仕，因为它是爱马仕，所以我又买了，它养起来应该也是很好看啦。这是爱马仕哦，挺不一样的，买它纯粹是因为那个，它的名字叫爱马仕。给自己找借口，买一个不一样的品种。再来这一颗最贵了啦，这颗是胶种，但是胶种就是也有它的美，而且重点是你看看它的那个杆子很老了，它也是一个小老桩，这个养起来也是很好看，就是这样。奶黄色加上这个紫色的边边，这是杜里万年的胶种啊，应该是也算是很美啦，但是我是对这个造型还不是很满意，但是这种样子是我还蛮喜欢的，这个养好了也是会有钻石纹，挺美的，好好看哦。所以这次我总共买了8颗，刚才我看了这个名字，这一颗不是杜里万，虽然它有点像，它是墨西哥花栗胶种。那墨西哥花栗胶种到底是什么胶什么，因为它也没有交代清楚，所以我这一颗应该算是孤品啦，这就是应该是养殖肉肉的专家们自己配种得来的，形状挺不错的，所以他就把它拿出来给别人交流，那刚好我跟他有缘，所以就买到了。这就是今天的开箱分享给大家。好了，今天这个开箱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咯，欢迎评论、点赞，还有别忘了订阅哦。我们下个视频见咯，拜拜。